长处法师现在更积极的，刚好在对账。每到月底的时候呢，虽然出家人没有所谓的这个收入，但是呢，因为佛的光环，让我们在衣食无缺当中，还有用多余的能够来印经啊，能够透过更多的人间的活动，让众生透过温暖回到西方极乐佛国。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真正的让我们心安住了。你看我们所有的长处法师的用功精进，为众生，为佛法承担佛陀何等如来加冕。